哇，兄台好身手，这就是那帮幕后黑手，穿的挺特别的嘛。喂，我说，你的雷大哥怎么还没来？哦，对哦。燕家好强的靠山，还是走为上策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顾兄，咱们江湖再见。啊？ 这也太不靠谱了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哼，没义气。我说，你们俩画本看多了吧？哼，我早就料到，以燕家的实力，根本不足以称霸西南道。背后果然有人。 你们是谁？西南道只能有一个龙头，那就是燕家。嗯，这人好眼熟啊！李长老，多谢了。动手！喂，休想，兄弟！ 哎，你也太跌份了！哎，派笔出了问题。难怪雷家要把你逐出家门。哎，活该！哎，你们俩，雷大哥，终于等到你们了。小兄弟，讲义气，果然是我看中的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兄弟，退后，我先跟他们盘盘道。 喂，我说你们燕家是不是马蜂窝呀？哪来那么多人？要不是我们几个实力强悍，耗一位耗死了。但我们毕竟不是凡夫俗子，想要困住我们，没那么容易。你是来说书的吗？多管闲事的家伙，兄弟有难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理？进门，你得赔我衣服哦。 还有轿子和四个轿夫。喂，裴千户，我忽然觉得这江湖有点意思了。尹别天，再这么耗下去毫无意义。不如你我二人一决生死，你赢，西南道从此归你燕家；我赢，你把命留下。 小子，你真以为单打独斗能赢得了我吗？小子，我欣赏你的胆识，比你那废物三叔要强得多。不过可惜，你的剑术比你大哥差远了。剑门。 用的是我顾家的剑，剑中当有傲骨，怎能如此软弱无力？你的剑可配得上凌云二字吗？凌是善出其不屈于天地，结于江海。所谓木石之性，安则静，威则动，方则止，勇则行。善善之势，原始以千仞之山。是也。 小姐，我去去就来。萧先生，这是生死诀，可不能犯规哦。
家主。老不休，竟敢犯规，当我们摆设吗？兄弟们，杀了！啰啰嗦。兄长，这一战燕家元气大伤，如今你能指望的人竟只有我了。兄长，你知道顾大哥的尸首为何会出现在这儿吗？因为啊，是我告诉他们的。当年父亲和两位兄长是怎么死的，还有顾大哥，哼，这些年大哥也一直把我当作妻子吧。你兄长，如今的执旗人是我。大哥已死，你还过去做什么？小姐，燕别天已死，诸位都停手吧。顾燕两家两败俱伤，西南道已乱，我天外天正可趁势而入。燕别天已死，我大哥的仇也算是报了。燕小姐，你若是想报兄长之仇。燕别天死了便死了，还报什么仇？继续婚礼吧。嗯，和谁的婚礼？